天神附魔棒，厉害吧？厉害个嘚儿！你看生命值，就说差没差吧。下一个八戒猪排，属性挺炸裂的吧？可实用，真的假的？哼，有点意思，我算是玩明白了啊。这游戏里的武器都是有隐藏属性，吃了八戒猪排就抵消了扣除生命效果。可惜我这个欧皇开箱经常出奇怪的东西。你别笑，呸！哼，还是你们来吧。